钱啥呀？那你过这钱呢？对呀，还买钱？你我他都一等一花这就花四咱了。你要养那过钱就得六养了。买钱就是你买钱就没对，别说买钱了。现在卖换换，换了上不上？上了没提，那是咱不管。一等他就那还耽误呗？你那都小牙行，你掰就换。你这玩意儿，你要养了，这个老你这养子过钱得练，还得上牙啊，还得上牙牙。但是其实就下崽了。你行不行啊？这么地儿吧，一共买一俩牛，说不像多，赔挣能咋的？不是说这个的吗？啊，这就假掉假了，是你给我拿着，我就给你钱。我说是不是弄这个？别人不掉假了，你给我拿着，我拿着，我就给你。下回这么地儿吧。地点。下回没有合作机会了吗？啊，下回再合作呗。你一共就俩牛，赔挣能咋的？这么地儿吧，三万四成交。没挣钱。我知道你下回高，你高的话你干啥不要了？你就这么地，老婆，你先这样吧。看看啊，等会儿，这个牛都是头产宝钏，看看啊，大净脸的大白腿，啊，后座都够宽，还有这个，这玩意儿这前是啥牛？还有这个啊，这个秃头牛啊，大净脸也四条大白腿，牛体够长，大屁股看够不够宽，大屁股够不够宽，纯双级牛啊。这牛啊配上好的种，照样下出红白花、紫红花牛犊，而且品种、质量、骨架还得好。看看啊，长牛短马，秃头牛的基因骨架就长得大，都保怀孕五个月往上啊。这俩牛成交的，看看这个圈里、那个圈里的，还有这个。都是怀孕五以上的吧，保怀孕五以上。装车之前验胎、验布病、化验血啊。要是说不健康、有布病菌源啊，毒的月份不够，咱不能要啊。给咱粉丝成交啊。嗯，买的是中国买家。胡哥精选，必属精品啊！每晚八点直播，免费咨询养牛技术。